月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在道侍卫，他的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